LRT 日前在灣仔開了一間體驗中心 RealReady.hk， 在鋪入面他們展出了全香港最大的 iPhone iPad Case Wall， 裡面有超過300款的保護殼可以任試任揀。另外他們也有展示很出名的 Nexon 耳機系列，他們的耳機全部都很 fashionable 的，你看 model 戴了之後立刻潮曬入型入格添啊！例如用了金屬和皮來設計的 Apollo 系列，雖然它機身細細，但是它的重低音很厲害。它們現場還有很多不同的款式，例如是 Trooper 系列，如果看對了顏色就要快點上去買了，因為它們都是季節限定的，如果今季不買下季就未必有了。它們都有出入耳式的耳機，所以喜歡音樂的朋友就要快點上來選擇了。